财经网站9月30号的收市广播啦，咁啊嚟到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吓，咁啊恒指今日咧都系即系窄幅上落嘅，收市啊跌咗87点啦，报24576点嘅，咁成交方面咧系有呢个1150亿啦，上升股份1000只左右吓，跌都有700零只，咁啊就主要个市嘅情况嚟讲咧就留意到啦，首先个成交咧系都系减少咗嘅，咁啊就其实都即係好正常，因為咧就係嚟緊國慶假期，咁亦都係北水又繼續暫停啦嚇，咁所以嚟講都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市場人士都暫時都係放下假先，咁啊冇咩入市嘅意欲。咁啊，就再加上埋啦嚇，今日嚟講咧，其實就內地又都係再次嘅公布咗一啲有關對於平台企業嗰個係互聯網嗰個 AI 算法嗰啲監管嘅，即係啲新嘅即係指引。咁所以嚟講都係對早段嘅科技股嚟講，啲平台企業咧有一陣嘅沽壓嘅。咁但係嚟講咧，好中段嚟講亦都係開始咧係跌幅收窄啦。佢騰訊嚟講咧都係微跌咗0.8% 嘅啫。咁啊就阿里巴巴咧相对跌得多啲，咁啊就继续破底啦吓，咁啊去到呢个系跌咗4.1%，报142.2嘅。咁啊110小米嗰方面亦都系跌咗3%左右啦，因为就系德国各方面话要查佢嗰个手机系咪有呢一个系安全性嘅问题啦吓，咁啊就同埋呢个内容审查等等啦吓，咁所以嚟讲小米近来都系继续弱势。咁就強勢嘅股份嚟講咧，就啲電力股都繼續強勁啦嚇，咁因為啲市場冇咩炒，譬如今日中港係新能源111升咗15% 嘅，咁956啦嚇，新天綠色升咗11%。咁另外嚟講，除咗係啲風電股強之外咧嚇，啲內房股啦個別都幾勁嚇，咁融創中國咁升翻12%，咁就2777咧富力咧。更加係升咗成係睇先啦，升咗17% 嘅，咁啊因為大股東咧係即係呢個係即係支持嘅關係，咁啊所以嚟講就升咗17%，咁啊相對嚟講恒大就回吐翻少少啦，咁啊回吐翻3% 啦，咁啊就雖然咧有消息話咧恒大旗下嘅地盤嚟講就再次復工啦，啊咁但係嚟講都對今日嘅股價冇乜太大嘅刺激作用，咁啊708恒大地車都跌10%。咁啊，136恒騰啊，升4% 啦，4.6恒大物業嚟講啦，升咗2.4% 嘅。好啦，咁啊就其他嘅板塊嗰方面咧，就有呢個煤炭股啦嚇，因為煤炭價格持續上升啦嚇，咁啊就係神華升咗3% 啦，咁啊1171演煤升2%，1898呢個中煤能源咧升咗4% 嘅。咁就係暫時嚟講咧，個大市咧就都係繼續反反覆覆上落啦嚇，即係有炒消息就唔炒呢個大市嘅，係啦。咁但係見到就一個現象啦，就係話雖然美股咧都係市場監心繼續調整緊，咁但係見到科技股咧開始唔係好再受呢一個特別係騰訊啦嚇，唔係好再受呢個監管嗰啲即係負面消息咧所影響，咁啊影響個短暫係啦，可能一日裏頭咧就已經係消化咗咁樣嚇，咁所以騰訊嚟講見到股價近來咧只係橫行嘅啫，咁啊未有大升嘅動力嘅，咁但係又大跌嚟講又見唔到，咁啊見到嚟講有一個種繼續留意下騰訊個股價個走勢咧，會唔會咧係即係假期後會出現翻一個係好啲嘅表現啦？另外恒大事件嚟講咧，就繼續係市場都係揣摩緊，亦都係未有一個正式嘅公佈啦嚇，亦都係究竟係點樣做咧？咁呢方面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對大市嚟講有一個係即係制約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一旦恒大嗰個事件能夠有一個係清晰比較明朗嘅一個解決方法，我相信對於整體嘅市場氣氛嚟講，仍然有一個即係幫助嘅作用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就係相信大市喺呢個未有好重大嘅消息之前咧，可能咧都係繼續喺24000頂呢係區間橫行。咁就最等到呢個國慶假期之後咧，相信先會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方向嘅。係啦，咁今日收市分析暫時係咁多啦。